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同在。大家早安，神父早安。今天的福音也延续了昨天的，有关耶稣为善牧，有人听从他，听他的声音，得到平安。那我们把我们这一生放在他的手中，让他照顾我们。现在我们大家人最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我们再次拾起怀着感恩的心庆祝基督复活的奥迹，求你赏赐我们因获得救恩而常常欢欣踊跃。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恭读宗徒大事录。得犯遭难以后，那些由于迫害而四散的门徒经过各地，来到了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约基，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道，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和基勒乃人的门徒到了安提约基，也向希腊人讲道，宣传主耶稣的福音。主的手同他们在一起，信而归主的人数目很多。这事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就打发纳伯到安提约基去。他来到了，看见天主所赐的恩惠，很是高兴，并劝勉众人坚心依靠主。纳伯是个好人，充满圣神和信德，就有许多人归了主。后来他到塔尔所去找扫路，找到了，便带他回到安提约基。他们一年之久，在教会中共同工作，教导了许多人。称门徒为基督徒，是在安提约基开始的。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普世万国请赞美上主。普世万国请赞美上主。上主喜爱自己的宫殿，西庸的基础建于圣山。上主喜爱西庸的门庭，胜过雅各所有的帐篷。天主之城，请听人们曾提及你的光荣事迹。普世万国请赞美上主。我要将埃及和巴比伦列入认识我的人中，腓利斯、提洛以及固斯人都在那里出生。提到西庸，他要被尊为母亲，
因为人人都在那里诞生，至高者要亲自使他坚定。普世万国，请赞美上主。上主要在万民户籍上登记，这些人都是在那里出生。人们结队，歌舞高唱，你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我们的家乡。普世万国，请赞美上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在耶路撒冷举行重建节，正是冬天，耶稣在圣殿内的撒罗门游廊，在撒罗门游廊下徘徊。犹太人围起他来，对他说：“你使我们的心牵你不定，要到几时呢？你如果是墨西亚，就坦白告诉我们吧。”耶稣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却不相信。我奉我父的名所做的工作，可为我作证。”但你们还是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伤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父把他们给了我，他比一切都大，因此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是一体。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大家早安。早安。我记得几年前从美国回来，就被派遣到高雄。那时候是一方面是高雄也需要人，那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圣言会的内部的需要。我们在高雄那时候有一个本堂在被我们管理，就是峰山的君王堂。只有一个神父在那边，但是我们的圣言会的文化，我们圣言会的精神，就是说一个人工作不好，应该有一个团体，所以就派我到高雄。我们虽然只有两个人，但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小的团体，可以彼此支持，彼此鼓励。在今天的读经一，我们听到的是在有关教会的发展，是因为使徒旺被杀了以后，门徒们就四散了，他们就跑到各地，但是呢，他们一边走一边跑的时候，他们也宣讲福音，那这福音就传到了，应该是到小亚细亚，
在塞浦路斯，到了腓尼基，到了安提约基。那在安提约基，我们今天听到的有两个安提约基。第一个安提约基应该是在小亚细亚。那这些他们听到了、接受了福音之后，他们要把这福音带到另外一个安提约基，就是从耶路撒冷到了达马斯哥上去北，往北这个安提约基，就在那边，整个的教会就发展得非常非常快，非常非常的好。不只是他们犹太人中间接纳了基督的福音，希腊人也是一样接受了这个福音。那因为这样的团体发展得很快，耶路撒冷的团体，在耶路撒冷的总督们就派遣了伯拿伯到北部，到安提约基亚。所以伯拿伯就是从耶路撒冷被派遣的，他应该是在安提约基亚的领袖。那在安提约基亚，基督徒这个的名称就出现了，第一次出现就在那边。那拿伯他在那里他工作了，他就觉得一个人工作应该是他需要另外一个伙伴可以一起来拼，可以一起来合作。所以他就到那个小亚细亚，到了塔尔索那里去找扫路，刚刚皈依基督的扫路。以后呢就带领扫路，找到了扫路，把他请他到安提约基跟他一起工作，为这个的团体服务。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这个伯拿伯的精神。即使他已经到了安提约基亚，就看到了那边的团体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好，他应该可以很满意了，可以满足了。他独一个人就在那边可以掌控这个教会，不过他觉得应该有合作，应该跟别人一起来做事，事情会办得更好，办得更完美。那会有彼此鼓励，有彼此有彼此安慰，有更多的更大的力量。所以我想我们就是从拿伯可以学习，在我们的教会的团体也好，或是在各个基督徒团体，我们以团队一起合作，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请大家祈祷万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我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的这个圣召会的义主。上主，
求你垂允，使我们借着庆祝逾越奥基常向你谢恩。但愿你在我们身上不断进行的救赎工程，成为我们永远幸福的泉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上主，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现在我们更当隆重地赞扬你。基督为人舍身，永不再死亡，被人处死，却永远生活。他在你面前永远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罪人不断地献祭祈祷，因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天使和所有圣人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血。他甘愿使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基督，我们传道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身体圣血，并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切同我们教宗范基哥、我们的宗主教若翰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都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平安。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是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刚进到心里来，只要你说这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酒，祝福基督必须受苦，并从死者中复活，然后才进入他的光荣。阿利路亚。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使这分施救恩的至圣圣事带给我们今世生活的助佑和来世永恒的福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神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主派遣我们去传报福音，弥撒礼成。感谢天主。Yeah.
你